跟纸一样薄的肉片你们吃过吗？今天分享这款锤子肉，你鸡肉切成薄片，撒上一层淀粉，用擀面杖锤它，锤成这个熊样就可以了。大蒜、青红辣椒切粒，淋肉油爆香，再依次放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搅匀备用。金针菇焯一下水捞起，放一点姜片、小葱，下肉片。肉片烫熟后捞起来，淋上调好的酱汁，鲜香肉嫩，配上米饭吃，真的太满足了。